暖谁人知？人生路苦梦了解，情理难舍，运命难定。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是你说的，那这个鳖该怎么捉？你也说个方法出来啊！我正在想，哎，武山，你有什么想法？相爷，天魔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那天能够杀死天魔，是靠老徐和相爷你们两人诈降，我们才有机会杀他。如今在蓝玉身边，要去哪儿找这种人呢？我找到人了。如霜姑娘，你找到什么人？蓝小蝶。如霜姑娘，你是说蓝小蝶愿意帮我们的忙，刺杀他爹？是的，不过六国师何娘娘，我跟蓝小蝶说，杀了蓝玉是为了救他，只要用木桩刺入蓝玉的心，这么做就能彻底除掉天魔，除掉了天魔，蓝玉的身体和心灵才能够合而为一，重新复生，小蝶才会答应的。蓝玉能不能复生，我无法确定。那怎么办？我已经答应蓝小蝶了，我说刘国师跟何娘娘都会帮蓝玉复生的。啊，刘双姑娘，你立下大功了，只要蓝小蝶肯答应，那我们诛杀天魔的计划就多了一份胜算。至于其他的事，我们暂时先别管那么多了。不行，那这样我就等于骗了小蝶，杀她自己的爹。他有恩于我，我到底该怎么办？何娘娘，您曾经死而复生，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这，如霜姑娘，我会尽力。如霜姑娘，我也一定会尽力。还有老衲我，哎，等等。我不了解你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蓝玉不但通敌叛国，还杀死你爹和你义父，就算救活了他，他还是死罪难逃啊。不，我请小蝶姑娘杀了蓝玉是为了除掉天魔，不是为了我爹报仇，所以我才会求刘国师还有何娘娘一定要救活蓝玉。我希望他可以在庙堂前面为他通敌叛国的罪伏法，这样的死法才能替我爹洗刷冤屈，才可以伸张正义。如霜姑娘说的不错，如果蓝小蝶真的帮我们杀死了蓝玉，除掉天魔，就算蓝玉她罪该万死，也应该先将她救活，之后才能明正典刑。好了，算了，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也算我一份好了。怎么样？他们是要不自量力跟我一战，还是愿意乖乖投降？义父，都不是。什么？你阿娇姑娘在他们手上？
小蝶在他们手上，怎么回事？那个胡文庸还说，江山跟小蝶，看叶父要选择哪一个。现在该怎么办？免得姑娘在他们手上，该怎么办？<笑>好，很简单，我都要。<笑>我蓝月不是这么容易就被威胁的，都要。义父，你打算住手啊？是。 我们去救小蝶，走。衣服都解决了，小蝶，我们来救你了。文秀，把门打开。小蝶，走。 刘神，真的被你猜中了啊！蓝玉啊，果然带人来救蓝小蝶了。外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他们，这次一定要将蓝玉他们一网打尽。大胆蓝玉！蓝玉，本皇子看你今天能够逃到哪去？哼，你们跑不掉了！哎呀！ 哎呀，你们这些人，我怎么好眼熟啊？可是我不管你们是谁，只要想对我的苗条姑娘下手，你们都得死。住手！你就少说大话吧。今天你们这些逆贼一个都跑不掉。原来这是个圈套，哼！就算是个圈套也无所谓，我就来会会你们这些软脚虾吧。蓝玉，不要再反抗了。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相信你自己非常清楚，这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穷途末路，都还没开始打呢，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呢？金枝不是猪手的对手，金枝，姐姐来帮你。 小蝶，也不用出手，让爹来救。义父，我们终于又再见面了。义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仇人了。我只知道你是挡我路的绊脚石。你要怎么叫我都无所谓，但是请义父看在我们之前义父子的情分上，请你回头是岸。 不要一错再错，回头是岸，岸边都已经被你们给占住了，我还有回头的余地吗？既然你敢以洛靖的儿子自称，那么我们就是仇人了。白少峰，拿命来吧！我真的该对爹下手吗？ 这么做，到底是大逆不道，还是在帮爹？ 哎，住手啊！你当然是都忘光了。我哪有忘记啊？告别师傅，要演就要演完嘛，否则被蓝玉看穿怎么办呢？哼哼，少来这套，该收手了。哎，小心一点。 点到即可。快呀！骆公子，我来帮你。四皇子，没臣来助你一臂之力。
可是，别再可是了。刚才要不是我出手，你早就没有命了。我宁可你跟我一辈子，也不希望看到你没有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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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你碗握，前面我用，握拳立阵，来斩俱推，走，一凤，快走。快追，别人跑了。快！一凤，小心点。欧阳文秀，蓝玉，你们跑不掉了。蓝玉，还不快点束手就擒，也许我可以饶你一命。对，不要再跑给我们追了，老衲我年纪大了，很累啊。你们这么多人追上我们两个人，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来逞英雄的，我们是来伸张正义，昭彰国法。洛阳，你少在那里说什么仁义道德，叶福对你可是恩重如山，可是你对他呢，是赶尽杀绝。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好了，洛公子，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先拿下欧阳文秀，再来处理蓝玉。没错，姐姐，这个交给我。你放手。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仗势人多，要欺负两个人呢，不会觉得不要脸吗？哼，黄鼻子道人，你竟然还敢出现！相爷，贫道专程赶来跟你斗法，你不高兴吗？哼，师父，你总算赶来了。文秀，国舅爷现在怎么样？看起来很严重。阿丑师兄，你别以为你来就能改变现状。老衲我也要劝你束手就擒，不要再反抗了。英俊师弟，人多我一定是稳赢的哦。走，一放走。闪啊！大家快追，分头进攻，各个击破。走。
现在连我的义子也把我当成仇人了。连珠说也反过来咬我一口，就连我最疼爱的女儿小蝶都不再认我这个爹了。我真的是四面受敌，真的是众叛亲离了。什么大明江山，什么庙堂之景，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想不到我现在就好比是西楚霸王项羽一样，但是我蓝月目前只求一死，也不愿被他们抓回去问斩去了。要好好的保重。小伟全都跳下去了，连蓝玉也跳下去了。我要去找我爹。苗苗姑娘，苗苗姑娘，苗苗姑娘，苗苗姑娘。要是一般人跳下去，必死无疑。可是这三个人不一样。国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看到尸体才算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下去找。别躲了，阿丑师兄，欧阳文秀，快出来，别再做困兽之斗了。奇怪，真的找不到哎。郡主，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嗯。能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死，还能够逃离，真是令人料想不到。哼，看来他们跳崖是为了逃命。这个萧道人的确不简单，可是蓝玉呢？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要怎么逃走？搞不好，蓝玉、萧伟、欧阳文秀三个人都没死，结果蓝玉发疯，把欧阳文秀跟萧伟咬了一口，结果蓝玉比这个欧阳文秀和萧伟还快一步变成呀天魔。就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我是可以少说两句啊。可是会发生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了，别再说了，蓝玉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如果他没死，一切就麻烦了。爹，你究竟在哪里？你真的嘎的熊当在当把穷穷穷想到悲伤，化作了了。浓子也有回头时，歹子会出头天。
师父，你自己也受伤了，你还这样运功，杜真去给义父，身体撑得住吗？再怎么说，我都要保住蓝玉的最后一口气，要不然天魔也会跟着消失。看来，我得还出天魔的幽魂。天魔之魂，速速现形！天魔沈万三，不是，我不是沈万三，你不是沈万三，那你是谁？我就是天魔，但如今你将死去，恐怕我要离开你。我不懂，沈万三不就是天魔吗？不，早在上万年前，诸神还存在人世间的时代，我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我被诸神封印，万年后是沈万三解开了我的封印，并且照我的指示修炼天魔功，好让我的阴魂可以附在他的身上。如今你的情况原本也是一样，只是你伤重过度，即将死亡，害我又得另外找寻寄生的宿主，否则恐怕又将魂飞魄散。可惜呀，可惜，就只差一步了。魂飞魄散？怎么会这样？那我之前做的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不行，我不要看到这种结果。其实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的阴魂继续留下来。天魔，请说。就是让我继续寄宿在蓝玉的体内，因为他的魂魄虽然即将死去，但是他的肉体还剩一口气，尚有利用价值，不像沈万三是气绝身亡。不可能，我蓝玉的身体不可能任由人家摆布，要是这样，我还不如一死。义父，我叫爷，何必这么想不开呢？我是有野心，我想霸占大明江山，但是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小伟，当初我可有答应你，将天魔的阴魂寄居在我的体内吗？当我发现我每天晚上自己都没有意识的去吸人血，哼，我就好像是一个活死人一样。你知道我有多惊慌？我是个正常人，为什么你要把我变成妖魔？我就别，贫道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小伟，原来你是一个最可怕的人，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早该防着你。我叫爷，你这么说就太伤感情了。哼，不用再说了，反正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不管天魔他要死得多彻底，或是要将他的阴魂寄托到别人的体内，反正我蓝玉的身体就是不借，生是我自己，死也是我自己的身体。郭教爷，只要你点头，伟大的天魔一定会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杀死所有的仇人。郭教爷，难道你愿意这样含恨而死，空留一陪黄土吗？天魔，你说是不是？那是当然的了，蓝玉，我天魔不会辜负你的。算了算了，反正我是个快死的人，
就任由你们处置吧。只要你们答应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要不然我做鬼不会放过你们。多谢国舅爷，国舅爷应。国舅爷，您放心去吧。蓝将军，你的恩德我天魔感激不尽，大势已去，罢了罢了。一峰，萧道人，以我目前的情况，虽然可以维持蓝玉他这个肉体的生命，可是还不足完全操控蓝玉的身体，唯有得到两种东西才能够帮助我正常使用蓝玉的身体。天魔请说，是哪两样东西？第一是魔性之血，第二是剧毒之声。魔性之血，剧毒之声，那是什么？天魔，贫道该怎么帮你呢？你们放心，我会利用沈万三的儿子来达成这个目的。等时机一到，我自然会让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只有一个任务要交代给你们。朱爽？没错，就是朱爽。只要我伪装成沈万三，稍微撩拨他一下，不怕他不乖乖照我的意思去做。不愧是天魔大人，贫道甘拜下风。好了，恭维话少说一点，我有一个任务要交代给你们。什么任务？我要你们从现在开始到一天城内去放消息，就说天魔即将降世，如果他们不在三天之内把魔性之血跟剧毒之声交出来，我天魔就会招来魔火，火烧夜天城。没问题，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好，等时机一到，也就是我完全成型的时候了，我首先会对刘伯温下手，直取他的狗命，替蓝玉报仇雪恨，不会让萧道人你们白忙一场。当然，有天魔出马，我萧道人就安心了。你真到嘎的兄当在当把穷穷穷穷丢比兄整座山都找遍了，怎么还是找不到蓝玉一伙人的下落？启禀太子，朱棣已经调集人手，请御林军彻底搜查，务必会将这些恶贼手到擒来。四弟，多谢你。还有众卿，这一次幸亏有你们，本王代替父皇感谢大家为大明朝的付出。太子言重了，维护大明社稷是臣等应尽的责任。为了大明，韦应绝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呦，老大我呀，说你这个老胡活相爷，哎，你呀还挺会吹牛的啊，说的比唱的好听。高斌师傅，我现在不是跟你们站在同一阵线，准备同心协力对抗蓝玉那帮恶徒吗？哼。这不是应该的吗？有必要特别拿出来跟人家说啊？启禀太子，蓝玉目前虽然下落不明，但是冀州监酒，也就是十年前铁柄御史骆正骆大人以及和平和将军，他们的冤案到现在还是沉冤未雪。他们的遗孤洛阳洛公子以及如霜姑娘，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请太子能为忠良之后平反，还他们一个清白。是啊，太子啊，这两兄妹啊已经忍辱偷生十年了，他们等的
就是这一天，所以啊，请太子一定要给忠良之后啊一个交代。好，本王马上立旨，冀州奸酒落政，以及参将和平遭奸臣诬陷，时年沉冤未雪，即日洗清两人罪名，并传令下去，加封两位忠臣爵位，以表他们对大明朝的忠心义行。多谢太子，两位不必多礼。谢太子。哥，我义父跟亲爹终于等到洗刷冤屈的这天了。是啊，双儿，十年来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幸好苍天有眼，你爹跟我爹总算得到清白了。洛公子，如霜姑娘，恭喜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就不用再忍辱偷生了。希望这迟来的正义可以安慰你们的父亲在天之灵。谢谢何娘娘，刘国师还有高斌师父，还有大家，没有你们大力的奔走，以如霜跟哥的微薄之力是没有办法替爹洗刷冤屈的。刘国师，谢谢你，要不是你的帮忙，这一次一定无法成功。你的大恩大德，洛阳不知如何回报。你不用客气，这是你们应得的正义。再说，这是因为你们兄妹情深，否则，就算有再多人帮忙，也没有用。是啊，刘国师说的没错。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兄妹俩自己的努力。洛公子，如霜姑娘，恭喜你们了。多谢四皇子。阿弥陀佛。虽然呢蓝玉还没抓到，但是呢也能算是功德圆满了一半了。佛祖啊，老衲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加持的。阿弥陀佛。陆川姑娘，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啊？从今以后你就可以改回你的本性，你不用再隐姓埋名做洛家人了。对，我现在已经不是洛如霜，我是何如霜。何如霜终于可以大声说出我的名字了，恭喜你，如霜姑娘。哦，不，应该是何如霜姑娘。是啊，霜儿，恭喜你，终于让你等到这一天了。之前的委屈已经不算什么了，想不到真的替爹报仇了。爹，你们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心了。对了，国师，叶宁最近经常心神不宁，我总觉得蓝玉的事并没有完全结束。何娘娘，你的意思是蓝玉他还没死？不是，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我感应到蓝玉身上的魔气久久无法散去，只是变得比较微弱，反倒是蓝玉本身的魂魄好像是已经要离体了。什么？有这种事？蓝玉快要死了，身上的魔气却没有散去。刘国师，这件事情你看要怎么处理？不如我来卜算看看。
刘国师，请问这个卦象是？山地波。山地波，这是什么意思啊？山地波，山在地面，山石崩落，正义瓦解，这是大凶之卦，表示天魔要复生了。大凶之卦，刘国师，你说天魔要复生了，可是沈万三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个卦象的意思是说，沈万三又要复活了。国师，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周弟不明白。哦，这一点呢，就让老衲我来替刘国师做个说明啊。刚才刘国师啊，他摇头的意思就是，虽然天魔呀即将要复生，但是不等于是沈万三就会复活，因为沈万三不能完全代表天魔啊，因为天魔是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存在的魔，只是呢后来被众神封印所困，只是不知道这个沈万三啊是怎么把天魔给唤醒的，而且啊沈万三还修炼成天魔功，所以才能跟天魔合二为一。可是沈万三不是已经被我们用寒冰针和夜火长虹给杀死了吗？没错，照理说呢，沈万三已经死了，天魔呀就不能再利用他的肉体重生，他应该要回去原本被封印的异界才对，可是怎么会再跑到蓝玉的身上呢？这刘国师该你了。高明师傅说的没错，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我真的想不透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高明师傅，你认为呢？啊，哎呦，又轮到我了。那老衲我就想一想啊。啊，糟了，高斌师傅，是什么糟了？我先问刘国师一个问题啊。刘国师，老衲我之前中了那个血蝎毒掌，结果呀是我那个师兄啊帮我解毒的，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那件事你是代我受过，我怎么可能忘记。但是这件事跟天魔有什么关系？哎呦，就是那个时候啊，老衲我看到我师兄啊背了一个布袋，里边看起来好像没装什么东西，可是看起来好像很重啊。哎呀，就在那个时候，老衲我感应到有股很强的魔气，我怎么想也想不透为什么会这样。啊，现在啊终于真相大白了。高斌师父，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你师兄搞的鬼？真不好意思啊，你应该是这样没错。老衲我有个成天啊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师兄，老衲我实在是，哎呀，高斌师父，其实你不需自责。虽然你跟萧伟师出同门，但是你们的修为和修行都不同，那是他的业力，你不用替他来承担。哎呀，我师兄的业力啊，老衲我当然不能替他承担了，只是再怎么说我们是师兄弟，总是有一份这师兄弟的情嘛。而且老衲我也觉得对大家很过意不去。高明师父，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觉得过意不去。是啊，高明师父，你常常叫我们要懂得放下，现在换我劝你，你也要放下，把心中的挂碍排除掉，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对付天魔，而不是你自责的时候。对啊，天魔要是再次降世，事情就很难收拾了。你怎道个弟兄当在当把穷穷穷穷丢弟兄化作你自由会掏心，爱家爱自掏心。
高斌师傅，我找到了，找到了！真好，在哪儿啊？你看，天魔要重生的条件是魔性之血跟剧毒之声。只要让他得到这两样东西啊，就可以完全操作所附身的肉体，而且啊，就跟昆虫一样，每脱一层皮，就会变得更加的壮大，而且连水都不怕。哦，连千年寒冰跟烈火长虹都奈何不了他。那不是比之前的沈万三还可怕？高明师傅，你先别急。虽然天魔这次的复生会比上一次的威力更强大，可是你想想看，昆虫在什么时候最为脆弱？脱皮的时候啊。没错，祸福相依，最强和最弱的时候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也就是说，当天魔取得魔性之血跟剧毒之声，要幻化为天魔的那一刻，也就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候刺杀天魔，那么他就必死无疑。对了啊，这最强大和最脆弱的时间只是一线之隔啊。可是呢，这祸福相倚这句话呀，同样可以用在我们这边啊。如果呀，我们没有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消灭了天魔，一旦过了那个时机，天魔就会变得相当强大，到时候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啊。高斌师傅，他也不至于是天下无敌，不过确实是很难对付。这本书上根本没有记载天魔幻化成形之后应该怎么对付他。没记载是正常的。你要知道，这古书里边啊，是把这发生过的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完了以后才会记载于古书之中给我们参考。如果啊，当时天魔已经完全成型，天下无敌，这世上可以说是被天魔消灭殆尽，那还有人去记载在古书中给我们看呢？高明师傅，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能让对方得到魔性之血以及剧毒之声。可是什么是魔性之血，什么又是剧毒之声啊？魔性之血应该不难理解，沈万三临死之前将他身上的天魔功都传给了朱爽，朱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半人魔，所以魔性之血很可能就是指朱爽身上的血。哦，那什么又是什么剧毒之声啊？声音也有毒啊？我知道了，有一些人呢，爱说坏话，爱造口业，这种声音啊，就算是有毒的。要是照你这么说，天底下符合这条件的人也太多了。也对呀。那你觉得呢？我认为剧毒之声应该是指体内有剧毒的人他的声音。体内有剧毒的人的声音？体内既然还有剧毒，人不就死了，还有什么声音啊？有，要死之前这样啊。高明师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什么样的人体内有剧毒，但是他还活得好好的，还能说话，能活得好好的。刘博士，会不会是指老衲我呀？我之前我中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血蝎毒掌啊什么啊？那我算不算是有剧毒之声啊？高明师傅，你不符合，因为你体内的毒已经化解了，所以你不是。又要中毒，又不能死。毒又不能解，要符合这么多条件，不简单呢。情的经，心爱情。
在心底想，等我回故乡。为前途甲理想，东西南北冲冲冲，冲着悲伤化作力量，勇敢向前冲。人海茫茫，情海也茫茫。茫茫，情海也茫茫。